前面我就给他跌下来看的。Y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董啊。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，来帮我订阅一下哦，再帮我打开一个小铃铛啊，谢谢啊。看我这个脸，嘿嘿，你知道我是要干坏事了啦。OK， 今天呢，哇，想到久没有弄这个人了呢，这个心情是有点特别的兴奋、开心，还有紧张啊，哇，很多心情啊。哎，今天玩弄了我妈啦啊！你们看到封面跟标题，你们就知道好啦。今天玩弄她呢，就是因为家里买一个新的电视机嘛，那时候还吵着要买很久啊，就买一架给她喽。然后我心想，如果那个某家电视机它是在跌在地上嘛，是碎掉啊，还是裂掉那种的话，我叫我妈来看，她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？呼，想到真的是爽哦。真的是每次拍这种做动的，真的很爽，真的很爽。OK， 不要讲多先啦，希望我今天可以睡在这间家里面啦。等下不要讲多，我要先去弄一下了，不然不会在楼下嘞。有的话我要叫他上来先聊啦。OK 啦，接下来我就开始我的计划了 ，Let's go。迷你上楼呀，我拍东西上楼。好，上去，上去啊，拍东西。你拍什么东西？我可以接着拿。啊，没有，上楼，上楼先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妈已经上楼了，不然她坐在这边，我根本弄不到了嘛。可是我有点怕的反应，懂吗？怕的反应就是那种哦，接下来啊，哦，拿起来咯，哦，看你所有的弄哦，它是那种很普通这样的而已。有时候也是很佩服我头脑了，这样都可以给我想到这样的 content。辛苦你了啊，今天做一个一日的主角啊。这个电视机哦，原本是有脚架，懂吗？因为它这个。这东西太窄了，脚架我放好会扩出来，所以我们只好这样子放。我妈也是很担心，她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跌下来，还是怎样啊？今天呢，我就给她跌下来，看你什么反应。OK， 给你们看，我现在电视机已经是变成这样了，这里还有那种薄的，然后这边是那种裂的，哎，很真一下的喂。哇！等一下，我要把电视机把它放在这边，给它靠着，然后叫我妈刚上来的时候呢，应该会看到这一幕，她的反应会是怎样。掉了，喂，等一下，突然间广告，这不是尴尬了？OK， 现在呢，我就要开始叫我妈下来呀，我要制造一些噪音哎，就是等下电视机跌下来那种声音，别打我。哦，出大力给他关，应该很像啊。你看，现在电视机是这样子躺着，然后这个是这样子放着，让感觉真的像这样跌下来一样。开始啊！哎呦！下来，明。滑下来哟、哦！你怎样弄的啊？大气滑下来，太好看了。没有开大，开大爆吗？我上天了，不是吓到的吗？哎呦，电了，那边，里面还懂哎，你看这变到这样了。谁让你真的？是没有你讲，刚才是个玩意儿。你叫看看。你准备弄好吗？去拿布朗去，拿出下一个布朗珠，拿住了都不去。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后面有布吗？后面你拿什么？拿厚的布啊！你屁拿拿的布啊！
你听到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他那边是乱屌。我一直笑出来耶，可是我妈没有发觉到什么问题耶，她没有看到那个 cam 在那边。你拿的布不是更滑？这种布呢，更滑嘞，没有摩擦的嘞。这样子你有没有认识有人弄？你真无聊到的，他自己滑下来，自己滑都得意的啦，你说啊？今天是几多两分？我唔知你两问我呢个问题，做咗我问题。你个笑容啊！就那个脚啊，那个脚哎，你懂吗？惨了咯，那个犯规那个救我电视机哦。跟你说，懂没？啊，这样子啊。你没干嘛睇呀？那个 C， 你按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什么。你刚刚不给我干嘛？你挑常看嘛。常看，我再看一遍，再投，我投你。你按看一下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用急，不用急，等着，快点给他投。投。你按看一下。你搞咩？你搞咩？按这边，我妈一直不关心电视机啊，只关心一个东西，怎么这边是开量大？我也是开量大，来给你看到，开量大，我不开大哪里有光打进来？这样很暗嘞。不要给我拔上去啊！我操！那电视机我真的把它推下来了。没有啦，骗你。你懂那声音是讲弄了吗？我就靠这个东西啊，哎，这个。哎呦，他就不过什么事情？哦，好笑。原来这个电视机不是他出钱，原来他的心里也是会这样痛的，都会这样痛嘞，怕没有东西看呐、啊。我是狼来的呀！啊！我今天在跳啊！帮你！很久没有捉弄你了嘛，很多人讲叫我捉弄你一下嘛，你要怪就怪他们。所以，你那些观众啊，叫我捉弄你，怪他们，你骂他们。来，乖儿子才样，儿子才样。有脸子。OK，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欢迎各位，拜拜。我要哭出来了，拜拜。